看到好莱坞男星十八年来一一亲回粉丝信。布莱恩·克雷斯顿亲自回应迷信，居然不间断做了十八年。图传影互动20万01803.15。好莱坞魅力男星布莱恩·克雷斯顿今年已61岁，仍戏约不断。身为大咖的他，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要求签名的来信。原来他18年来都会一一亲回粉丝信。布莱恩·克雷斯顿日前在脸书上公布与满桌信件的合照，并说道：“我每天花费数小时回复，然后亲自送到邮局，18年来都如此。但我已经61岁了，老到没办法再这样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谅解。”不过如果我们在街上巧遇，欢迎自拍。此贴文一出，虽然让许多还没有圆梦的粉丝心碎，但布莱恩·克雷斯顿出道以来都没有变过的亲民风格则是被网友推爆。布莱恩近年与詹姆斯·法兰科合作闹大片头痛大灾难家，让全球影迷看见他正经搞笑能屈能伸的演技。新片《老爸出任务》，他饰演满怀愧疚的嘴炮酒鬼，再次展现强大内心戏。就连艾迪·瑞德曼、艾米·汉默也大赞：“我非常佩服布莱恩·克雷斯顿，能兼演剧情片与喜剧片就是我的目标。”